要进，不要进。喂，有时候他会进到自己的球位。对啊，我也很害怕。号码对啊，哦，哇，好，现在目前打得蛮开的，蛮开的。接下来就马国碧做了一个二号的呛子出来啊，好，这个是因为真的不是很想进哦。我故意二号打不进，还做到呛子啊，我怎么那么笨？你这样讲出来，你就知道你在演戏啊。啊，我要内心戏。所以现在看到了，刘晶晶可以打就是二号中袋，四号也可以，回头打四号也可以，打四号。尤其是你现在懂不懂意思，当你打二号进的话，他如果手里把牌拿出来，就他手里有另外一张就是七号，七号不好打了，因为二加七等于九嘛，最大的七号不好打了，说真的。打几号？现在只有四号。还有刘青青还会边走边看，他只能打进一颗，看表情，他只能打进一颗，对啊，他只能打进一颗就要换我的，对啊，就换你的对。他一直在看我的表情，是看我们在偷看他。哦，四号，手里有四号的，请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好，刘青青，看我做成三。刘青这次想打五号，要打五号，五号不好进攻啦。你真的觉得他是五号？嗯，那就打五号啦。好。哦，要指定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哦，指定哪个袋子啊？不需要。要指定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哦，指定哪个袋子啊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哎，好漂亮，是吗？哇，这么准呐！对啊，先给的准度，先掌声一下。哇，果然是在这边。再来看看，好，今天就会来打第一颗球。音乐。哎呦！选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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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。以前的女魔王，完全熟悉。一出手我们就辨知有没有，很专注的打球，对呀，从来不想失误，嗯，也从来没有失误过，多想要先定，真的，对，加油，第二颗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加油。肯定我来，难怪你会喜欢他。对，打得真好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青青优秀，是因为他真的每一次都很认真在做，真的。对呀，而且身材保持多好。对啊，这才是重点。看不出来生三个。对，没有吧？现在有一个，又一个做。哇，很坚。没关系呀，我会帮忙照顾。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小孩子一定要站起来，加油。好，今天已经就位了。第一颗球，音乐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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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轻轻的，好好好，超级标准，真是轻轻就有我哈。好，什么意思？轻轻我我。你在想什么？回来哦。我要浮水。不严重啊！好，第二颗，加油，青青，青青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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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由得自然的，哎呀，太轻了，手软啊！你在真的想要给马国碧机会哦？为何手软呢？为何手软？赢到手软了，那个选定的药效退了，有可能哦。就是刚刚那一球就刚好结束，对，我想应该再补两颗，嘴巴张开。青青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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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持久的，拜托。持久，青青也会想。怎么用持久？应该是男人来形容吧？对啊，药效。啊，药效啊，药效，药效持久，对吧？这什么药？消油啊！药效很久，药效很久。青青加油！加油！青青。进行 PK， 两位已经就位了，一颗球决胜负。刘青青第一颗音乐。